欢迎来到小仓鼠餐厅。我是今天的仓鼠小主厨，来自月华娱乐练习生李全哲。这是我们店的菜单，我们店 A、B 套餐是招牌哟。A 套餐的名字是甜到忘不掉。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B 套餐的名字是酷到忘不掉。哦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，又到了关门的时间了。如果各位还想看 B 和神秘套餐的话，那就请不要忘记我，为我投票，这样就能观看完整版本了哟。下次一定要来哟，我会想你们的。拜拜。